欢迎收看电影间谍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。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犯罪动作片《机械师二复活》。亚瑟是一名杀手，做事干净利落，正打算隐退江湖之际，一个组织派人找上门来，让他替老板克莱恩杀三个对手。然而亚瑟我行我素，不想躺着浑水，三下五除二干掉之后潇洒离去。随后亚瑟找到了红颜知己梅，在梅的请求下，亚瑟解救了屡屡遭人毒打的神秘女子吉娜。谁知向来对爱情免疫的亚瑟与吉娜坠入爱河，平静的生活就此打破。克莱恩绑架了吉娜，威逼亚瑟帮他们杀三个人。第一个是在马来西亚监狱里臭名远扬的大军阀，监狱在周围遍布鲨鱼的孤岛上，亚瑟扮成通缉犯，成功混入监狱，取得其信任后出其不意将他勒死，全身涂满驱鲨剂，安全撤离。第二个人是住在大厦顶层的一位矿业大亨，他经常在顶层的悬臂式泳池里游泳，于是亚瑟在泳池的底部装了一枚炸弹，这位大亨随着水飞流直下3000尺足。干掉两个目标后，按照约定与吉娜视频，偶然间发现了吉娜被囚的轮船登记号码，于是打算单枪匹马解救吉娜，结果营救失败，不得不去刺杀第三个目标。这是一位诡诈枭雄的军火商，名叫麦克斯，虽然装备了洲际导弹，安全措施堪称世界一流，可还是被头戴主角光环的亚瑟摸了进去。结果亚瑟没杀麦克斯，两人谈起了条件，准备联手干掉克莱恩。按照计划，麦克斯在潜水艇爆炸中假死，引出克莱恩，然后亚瑟找到了吉娜。没想到老奸巨猾的克莱恩装了定时炸弹，一番周折，亚瑟把吉娜塞进逃生舱送走，然后把克莱恩绑在船上自食其果。最后亚瑟他们在柬埔寨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本片与前作相比并没有太多惊艳之处，甚至是狗尾续貂，但在郭达的力撑下，动作惊险刺激，打斗酣畅淋漓，虽然有些套路，但足以抓住动作迷的视觉神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，么么哒。